天霹雳光阴剑，红光闪耀烁火拳。天地玄黄，听我号令。香气沉沉映乾坤，燃起清香透天门。子好分明，有请城隍老祖灵堂。天罡护我身，地煞保我命，天兵听我令，急急如律令，赤焰随我换，捷径十方护开。战城关，黄风，又是你。20年前，你险些害我丧命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？失去了城隍的法力庇护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。我青鸾门自500年前先祖受封成为本地城隍，不求得道飞升，只保一方平安。当日我年少轻狂，伤你法身，罪在一身。今日我赵某就用我的三生心头血了却此段恩怨，能否换这一城百姓性命？你想得太简单了，我今天不只要杀了你一人，还要让这一城的百姓都为了你而陪葬。
你想和我同归于尽，你痴心妄想。丢了三个月你才想起我啊。哎呀，这不是农忙吗？没顾上。哎，您哪是农忙啊，您是瞎忙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赵神探您帮帮忙给找找吧。好吧，你把情况跟我说一下。那是三个月前的一天早上，我发现我家院墙上出现一个洞，然后小屋就没了。嗯，王妈，这事儿不难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但这起卦……哎呀，好说好说，今年寿辰好，只要你把小五给我找到了，我给你半斗香米。好，等我马上起坛。哎哎，好。虚空仙家住住脚，赵家明星来祈祷。香火鲜花少不了，素素先生冒不了。赵神探怎么样啊？赵神探，王妈，三日内小五必定回家，并且还有喜事。什么喜事啊？嘘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三日内必见分晓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赵神探呢。厉害，是啊，要破财。这尼玛人呢？见鬼了。猕猴长啊，这大活人哪儿待着看不见我？看见了看见了。这个钱呢？还没买钱嘞，我给那个猴吧，给那个猴。拿这大泥疙瘩糊弄我。我买了枪给恁，赶紧卖去。哎，会把钱送所里去啊。哎，中中中中中。赵四海，赵神探。谁呀、啊？哟，这不是洪秀昭的三娘吗？哟，从不登我洪秀昭门的赵神探竟然认识小女子，真是三生有幸呢。哎呀，这五湖镇啊，谁不知道三娘您的艳名啊。三娘，找我有事儿？小女子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不找您破案吗？破案？破什么案？三娘，你弄错了吧？破案得上警所啊，伤他劲儿干嘛呢？哟，马警长啊，嗨，我不是听说这小子有点本事吗？找走失的阿猫阿狗特灵验。嗯，我这刚丢了一大姑娘，可不找他吗？还省钱。哎呀，三娘，您的事儿咱能提前吗？对对对，钱都是小事儿。
小女子不是怕耽误您定国安邦的大事儿吗？三娘，你真会说呀！啊，马警长，您高抬贵手，给兄弟留碗饭吃。想吃这口饭，花点钱啊！吃俺费呀，费省费、场地费，嘛玩意儿你就都一块给我交了。好，好，行，交。出事儿了吗？咱办案去。哦，对，办案，对。办姑娘还差不多。对。这个死麻子，走哪儿都要占便宜。离他远点儿。哎，赵四海，走，你不是有本事吗？跟我办案去。办案，行啊，那我得带上我的搭档。搭档？你还蛮有搭档。一休。呀，这不是狼吗？哎呦，见你买要吃人的，快走，走！哎，别跑啊！哼，行啊你，把瘟神都吓跑了。请问马富贵警长在吗？他。不在，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发财了，托您吉言。今儿让月月好好陪陪我啊，三娘，没问题。马警长，哎，这个难子你就保我身上吧。马警长，我们锦云啊，等你很久了。好。锦云，马
马警长来了，快下来招呼一下。三娘，您找别的姑娘照顾马警长吧，我和这位小哥哥聊聊。啊，哦，三娘，三娘，帮我看好一休。赵四海，你的狗我可看不了啊！来这儿带狗。接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啊，马警长。再给我找俩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，姑娘，姑娘。别着急，我是来办案的。海哥哥，你是？海哥哥，我是锦云啊。锦云，你是云妹妹？云妹妹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云妹妹，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能这样。海哥哥，看这儿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不能看。哎呀，海哥哥，你看这儿。这是什么？只许看，不许摸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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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摸，不能摸。看清楚了吗？啊，嗯，看清楚了。马警长，来喝酒。等会儿。怎么样，按得舒服吗？不错，挺好。以后啊，就让他俩照顾你。让云云呢，就陪那穷小子吧。啊，这姐俩，以后我包了。我看行。来，马警长。好。谢谢您的关照。今天藏的不错啊，请问马富贵警长在吗？在，老总，里边请。这，别客气，都是男人嘛。来，老总，里边请。来，里边请。来客人了啊，招呼一下。以后这俩都是我的。尊驾，可是五湖镇警所的马富贵警长，鄙人杜宇，现任省警务处司法科技正，受上峰军命。来贵进公干，还请马警长行个方便。杜警官，有失远迎，见谅。来里边请。马警长，现在是办公时间，素昌飘记是不是有失检点？误会了，误会了，杜老弟。这儿个洪秋到，出了个难子，他们一报难，我能不来吗？现场我不得勘察勘察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不叫现场帮工，对吗，三娘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我们家彩凤已经消失足足三天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马警长这才上门办公的，这样不是方便马警长问话吗？明白了吧？有话里边说，里边请。
海哥哥，这个纹身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是吗？嗯，从小就有。对，裁缝姐姐也有一个。什么？裁缝身上也有？嗯。这什么情况？他是一个月前来虎丘照的，他是个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，他性格清冷，其他的姐妹都不太喜欢和他来往。嗯，那云妹妹你讨厌。洪秀昭一共只有两个秦官人啊，一个是裁缝姐姐，另一个是我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云妹妹，继续。就在几天前，他洗澡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的胸口上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纹身。嗯，我还没来得及问，他就失踪了。一样的纹身，来了一个月，清官人。从小，我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母亲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父亲的事情，一提起来她就哭。海哥哥，我想请求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裁缝姐姐？也许找到了她，我就能知道我的身世了。海哥哥，拜托了。请推手啊！六六六啊！新仙女，八匹马呀！六六六！诸位，灵宝山，宣统元年十月初七，青州副都统昌秀的九姨太，18岁被杀。宣统二年7月15，刘王氏在去往大悲寺途中于林中被害。最近一次报案，上个月初七，吴姓小姐去二龙山玉虚观途中被害。都明白了吗？确认都明白了。哎，杜警官，你说的这是嘛意思呢？马警官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起持续3年之久、8起少女失踪案串联的系列绑架杀人案。好家伙，3年8起，这都是死无对证的案子。我不明白，3年都过去了，你把这8起案子弄一块儿，叫嘛玩意儿？重大系列绑架杀人案，这干嘛呢？这个，马警官，3年8起，我把它简称为38大案。我之所以把它串联在一起，自然有它充足的依据。嘛依据？你串联也好，是并联也好，这案子能破吗？可以啊，而且不难。哦。我们现在把失踪女子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分别连起来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哎呀，这不就是咱五湖镇吗？那感情凶手就在我们身边。没错，五湖镇就是贼人可能的藏身范围，而且被害女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她们胸口之处有一个蛇形纹身。蛇形纹身？没错。哎，对了，刚来就听说镇上发生女子失踪案，案发地点在哪？马警官是否已经去现场勘查？没有，这还真没有。第9起。三娘，他们已经在。赵四海。三娘，你给我出来！轻点，干嘛呢？三娘，疼的！哎呦，耳朵快掉了！哎呦，没有人管吗？哎呦！看看你大大干了什么好事！三娘，没事啊！乖，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装什么傻呀？掏钱，3块大洋。3块大洋，三娘。购买10条英雄，10条。洪秀昭就这价。
神探。三娘，不就找人吗？这活儿我免费接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杜警官，你明察秋毫啊！洪秀找的青鸾人采风跟这个茶壶二柱外出三天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我就要带着人寻着他们的痕迹去搜索了。老弟，你断案如神，现在你这个三八大案在省里可是挂了号了，全省没有不知道的。我看这样吧，洪秋岛这个难子你就一块儿都给办了吧。我这岁数马不行了，弄弄就晕。哎呦，你看这马又来劲儿了，晕了。哎呦喂，马警官，这个案子呢我肯定是要办的，但是现在我缺一个向导，不知道马警官可否支援啊。向导？哎，有啊，赵四海，赵四海，快你妈出来呀！来了来了，这回你小子机会来了，快快快快快快！马警长有何贵干？杜警官，看这小伙怎么样？年轻，有干劲儿，本地人，地面上的事儿都熟，尤其啊，他身上还有一种神招，嘛活物都能给你找来，由他给您做向导就都齐了。嗯，这种江湖骗子我见多了，什么神道都是骗术。哎，不能乱动啊。马警长，我很忙没空。没空？嗯，没空你也得去。我去，我去给杜警官当向导。你去干嘛？你姑娘家的去荒郊野地太危险了。我去是为了采凤姐姐，再说了跟着杜警官能有什么危险？你去，我也去。我拒绝。哎呀，杜警官，这十里八村的呀，真没有比赵四海更熟悉的人了。您就让他去吧。就是嘛。你以为小爷想去啊？小爷是因为我的云妹妹要去，我要保护的云妹妹。Understand？ 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勉为其难答应吧。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一切行动得听我指挥。那是必须的。明早出发。云妹妹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海哥哥，你还记得我最喜欢吃蜜饯了？当然记得。好吃吗？嗯。嗯。嗯嗯嗯，好香啊。嗯。神探，王妈，大阵风把你给吹过来了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算得可真准呐、啊！我家小五娥真回来了，还下了八个小猪崽子呢，四公四母。哎呀，赵神探呐，你算猪算得可真准呐、啊！王妈，低调。嗯。王妈，我跟省城杜警官办案呢，办大案。是啊，好好好好好，你忙你忙你忙，去去去，走走走，回见啊，回见、哎、回见回见。
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来，三位客官，里边请。最后一杯了啊！我不喝了。哎，老总，打扰了。请问，最近有见过照片上的女人吗？回老总的话，好像有见过，应该是前两天在小的店里打尖儿，身边还跟着一个男的，他们吃过饭就走了。谢谢。看来我们没有找错，天色不早了，就在这住下吧。嗯。最近你们有没有听说一直在闹妖怪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那村头的张老三那是见过妖怪的，那妖怪的脸有这么大，比脸盆还大，吓人不？对啊对啊，听说这妖怪专吃大姑娘，你看是是吧？一下，那来俩洗澡去。快快带走！这闹妖呢，你确定要住下？也害怕可以回去啊？哪有什么妖怪，渔夫渔妇瞎传而已。老板，海哥哥。我怕。老二，带几位客官到客房去。几位客官，这边请。不怕啊，谢谢。走。云妹妹，云妹妹，云妹妹，原来是只癞蛤蟆。我是妖。癞蛤蟆。我是妖。癞蛤蟆就是癞蛤蟆。你见过这么有型的癞蛤蟆？哎，啊，你是一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。你太讨厌了，我要吃了你！啊！你醒了，海哥哥，你把我放下来吧。啊，没事。
挺好的。我挺沉的。啊？哦，不不不不不，不沉，一点都不沉。那家伙是个老光棍，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妖怪掳人，于是啊就动了坏心眼，想抓个小媳妇儿回去。前几次没有得手，靠着头套把人给吓跑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抓了你的媳妇儿。哎，老总，老总，可找到您了！那边死人了。在哪儿发现的？尸体能动吗？算了，别说了，带我过去。嗯，好好。韩哥哥，昨天谢谢你。幸亏有你，雨妹妹。如果你被劫走100次，我都会把你救回来，就像今天一样，永远陪伴在你左右。讨厌，我还要被劫走多少次啊？我这打一比喻嘛。走，搬去。哎，老总到了，来，让开让开，老总到了，快，让开让开，老总，就这儿。又杀了一个，是谁杀我涂山门弟子？怎么回事？这可是裁缝的命事，他不是在洪秀昭吗？小人本村村长刘老师，哎，麻烦让村民回避。哎，好。乡亲们，都回去吧，没啥好看的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走走。把你们发现尸体的全部过程详细的给我讲一遍。哎，好。你看我们这破房子呀，这都废弃了好多年了，这平时只有一些乞丐过来。今儿早来了一个乞丐，发现这门里边锁上了，他硬把门给撞开了，进来之后才发现这女的在这自杀了。你怎么知道是自杀的？我这你看这明显是自杀嘛，是吧？你们进来的时候你确定门是反栓的？哎呀，确定。那行火劲儿才大呢，你看，把这门撞坏一扇才进来的嘛。哎，哦，不，我要在这儿验尸和勘察现场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啊。于妹妹，刚才我算了一卦，彩凤姑娘死得很蹊跷。蹊跷？嗯。海哥哥，那你能不能再算一算，彩凤姐姐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的修为还很低，算不了那么深。不过我可以算一算大概的方位。嗯。赤口，方位西。哎，春西口一共住了多少人家？哦，春西口这到我家呀，一共是20户。这您这是？这样，麻烦你把春西口的村民全部召集到广场，我要起坛。起坛？嗯，全部。有问题吗？啊，没有。哎，不快去！好，走。36天罡，中天大法王。
也和神仙沟通，他老人家提供了一个办法，可以当场找出凶手。看到这个香炉没有？我也从天上引来法力加持在这个香炉之上，凶手如果碰到这个香炉就会发出声音。乡亲们，如果现在自首的话还来得及。好吧，既然你们不珍惜最后一次机会，那只有在神仙面前揭穿你们的真相。来，接下来一个一个摸香炉，如有欺骗定会重罚。来吧，开始摸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等等，咱都排着队啊！来来来，一个一个摸啊！我先摸，我先摸。杜警官，你查了那么久，有什么线索吗？你怎么会没有线索呢？杜警官，彩凤姐姐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别着急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彩凤在死之前被人侵犯过，另外，失踪报案的有两个人，现在只找到彩凤的尸体，那二柱呢？二柱有两个人，失踪一个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肯定是那小子干的。那小子把那个姑娘啊给糟蹋之后跑了，肯定是，对不对？对，肯定是跑了嘛。有道理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更简单了。那个叫什么二柱子的把姑娘给糟蹋之后，那肯定是一时糊涂。等他清醒过来之后呢，肯定知道这事儿，害怕了，跑了。这一跑，你让姑娘怎么活呀？对吧？姑娘啊，一时想不开，把门插上，自尽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肯定是。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，还有人会推理。海兄，你觉得呢？把你的手伸出来，右手，伸出来。这块布条。也应该是你身上的吧？站住！再跑，老子开枪毙了你！给我放开！你们有什么证据抓我？啊！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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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装了啊！现在迷香都找到了，
迷香的香味跟你身上的香味，还有彩凤姑娘身上残留的香味是一模一样，你还抵赖个什么劲儿啊？横竖都是个死，来个痛快的吧。哼，痛快，想什么呢？你还是不招是吧？现在可没废除前朝利率，你的罪够得上千刀万剐了吧？你。3600刀对吧？嗯，这要是一刀一刀的割的话，那得割多少天呢？别，哎，大爷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，这个痛快一点行不？太吓人了。找个痛快，容易，如实招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杜老总，你行行好，看看我照，我全照，我是被人指使的呀。哎呀，说，为什么要杀彩凤姑娘？不是，有人给我钱雇我的，说彩凤姑娘会在指定时间经过这里，投诉我家，让我半夜把她给杀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！你把我给放了吧。除了彩凤姑娘，你还杀过几个人？我还有，你都是以什么目标去杀人？我真没说。还有四个，我们确定是不是目标，主要看胸口上有没有蛇形纹身。老总，我全讲了，就那个事儿，放了我吧，真的。哎呦妈，说，哎呦妈，到底是谁花的钱雇的你？哎呀妈呀，我真不认识呀，真不认识。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披着一个斗吧，我没见过脸呀，真的。大爷，放了我吧。怎么样？胸腔全碎，死透了。我不关心这个杂碎怎么死的，我只关心怎么样找到锦云。你刚才看清楚没有？他长什么样？刚才速度太快了，我也没看清。那就是没办法了。我来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厨房。厨房？哦，也许是饿了。你在干嘛？真的要做馒头啊？滚犊子！震你个头！厨中取竹鸡，冒以父群乳，庶子家扶持，插鼻助其出。好像真来了。
这天上降宝石？这不只是宝石，是我先祖金身上的双眼。我乃五湖城隍青鸾门祖师赵家先辈，青鸾门第29代传人赵四海叩见祖师。请问祖师，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儿？为什么我每次请神伏击都不灵？当日涂山门小辈黄风侵袭县城，攻破城隍庙，我与你父双双重伤，藏身于金身塑像双眼之中，却被一神秘人所偷，在以污秽之所7年间被致使吸取神力而元气大伤，直到今日方破除禁制，重见天日。敢问祖师，下一步该如何做？不要多说了，时间不多了。祖师，您是大明朝廷敕封的神明，怎么会？即便是神明也有受有忠尽之时，更何况我如今元气大伤，今日我将这百年功力尽数传授给你，望你日后光大青鸾门一派。青鸾门以诚心铸道，伏击降神为秘法，须知天地阴阳自有定数，肉体凡胎承受神力终有限，故而我将昭示一门28代庇佑百姓的善缘福泽尽数传以，可以肉身为法器，降神半柱相识，而为日后必得造福苍生，方可修业有成，否则必定暴体而亡。请进。就是让你开开眼界，让你知道什么叫中华的传统文化。往后站。哇，果真是修仙人的洞府，真是不同寻常。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走。哎，等，海兄啊，前面可是法术高超修仙人洞府，我们这么贸然进去不太好吧？这样，我再去找点人，然后咱们再进去，好不好？杜警官，啊，你说的很对，里面的确是修仙人，你还真管不了。你是人间的警察，你不进去，我不怪你。黄风，是你！你们俩居然能找到这儿来，小子，
之前让你给跑了，不知躲远点，竟然还敢找上门来送死。是你害死了我的父亲，此仇不报，枉为人子。想报仇就放马过来，本尊今天就成全你，让你们一家团聚。老东西，受死吧！没想到你躲在这样的地方。三娘，要不是这小子，我还真找不到你。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那对眼睛喜欢吗？也不枉我贴身收藏了这么多年。原来当年从金身身上偷走双眼的，竟然是你！玄女门弃徒三娘，拜见黄风掌门。行了，别假惺惺了。当年你为了修炼邪法，公然在五湖县城杀人，赵四海的父亲将你打伤击退。你修炼了整整20年才回来报复，硬是要杀了青鸾门犬子，还要拉一城的百姓陪葬。我们修仙之人，只为了成仙，不在乎什么手段。那当初你那样对我，也是你所谓的手段吗？他是谁吗？他就是你和那个贱人的女儿。
锦云。啊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找了他那么多年，他怎么会和你在一起？当年他们母女为了躲着你，就住在五湖城隍庙，你不知道吧？后来他的母亲病故，我这人心地善良，最不能忍受小孩子受苦，就把他带进了红袖章，一直领养到现在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要！住手！从我把他带进红袖章的那天起，我就想好了，一定要当着你的面亲手把他杀了，让你这人面兽心的老贼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不不不！天灵灵，放开他！天灵灵，管他的事，动枪是无辜的。神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冲我来！金兵发动，虽无准；幽兵发动，虽无形。有请天师教主张坦，去！两位，接下来你们准备去哪儿了？锦云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两位跟我一块去省城吧，在那里有一片新的世界等着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省城。
为你痴。